访问网络电台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啊，有影天有台湾啦，咱台湾敢若阁破空啊，啊四季拢淹大水，无做风台，敢若落雨尔，阁淹大水啊。啊，讲这对啊，统治阶层的好野人大豪宅，这是无差啦。啊，但是咱这善食人。可怜的人，尤其山顶住伫个山顶的，咱遮的这个乡亲啊，原住民啊，好啊，也是讲咱遮在伫个这个住的迄个较交通较无利便的，有的城内嘛同款，哦破空啊，四季拢南雨啊，四季拢安尼，迄个规个拢唔掉去啊，啊伫个遮咱天有台湾啊，拜托讲啊。希望上帝哦，那妈祖啊，是关公啊，是你落车，什么神拢好啦，嘛你也好，你若有经过台湾的时阵吼，嘛爱看一目，关爱眼神嘛爱看一目，这个台湾人可怜的台湾人，甲一片土地啦。啊，今仔日足欢喜，陈昭成啊，昭成老师啊，过来咱的家啊，放分网络电台家。啊，希望讲啊，咱会当讲一个较轻松嘞吼，卖互咱遐尼啊逼真啊，看到外口安尼啊死遐济个人啊，无代无志，搁遐济人安尼失踪去啊，厝遐济拢倒倒去安尼。好啊，咱即马就来开始。啊，凤凰电台即、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卖讲一个。咱可怜的台湾，台湾袂可怜啦！啊，台湾这真好，阿里路也真好。对啦，我今仔日来就是讲要讲一挂我写的这个作品吼，就是可能我也有几啊首歌吼，无伫遮发表吼。我头啊首要讲的是我永远的爱恋吼，这是我1998写的，刚刚差不多迄个时间写的。迄、那个时间，所以迄个时间就是我写《火国开》迄个时间吼。啊，过落来就是2010年吼，我写一个《说话乱》吼。啊，这两首歌吼，伫只今仔日吼，来甲各位分享。啊，这两首歌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我伫讲乱火的时阵吼，其实我就是伫讲迄个乱秋啦吼，伊会开黄色的花，啊，伊会结迄、那个。红色的这个壳吼，迄、那个籽的壳吼、哦，所以真特别的变色。啊，讲到这个说话人，我就是有那会唱到这个油桐花。按电话机啊，上注重的油桐花，因为油桐花的啊，家人的山区吼，相当的多吼。其实油桐本身会遐尼多吼，本身嘛是有因果的吼、哦，就是咱台湾人做那趁日本人的钱吼、哦，就是讲将油桐要来当做乌桐来卖日本人。别个日本人知影是日本人气死啊，嘛跟你卖啊！啊，规山规平拢转油桐，哦，啊，这油桐基本上真快大，哦，伊甲乌桐是无共的，哦，啊，这原来是一个世纪的这個大骗局，哦，可见咱台湾人较早都得看啦，无真收得着。啊，就细写的写，讲乱乱秋爱乱忙。开春换青心点点，别人春天想着开，你却苦苦等个等。暖暖秋故乡梦，过冬汤家休空空，你敢唔惊挂着机？你敢唔惊心凄凉？你花哪开？你花哪开？黄暗暗，明年又过变新款。暖暖花开结子水，人已破石。无尽言，为关山探台北，拢是故乡的离难。故乡啊，阮的爱人，我永远的爱恋。啊，这首歌爱做一个解释，就是讲，这种的树啊开花，甲一般的花无同款。一般开花是春天大概在开，啊，伊是一直淡淡，等到春天过，甲秋天来时才来开。哦，所以这样讲。别人春天烧钱开啊，闲下你却苦苦啊，等个等，就是讲咱台湾的这个感觉吼。因为咱台湾拢什么代志拢是讲闽南半怕的对啦吼。嗯。即嘛，叫你吞落去啦，不管拄着什么物件，嘿，
啊，拢袂当据理力争啊，都要吞落去啦，一路行来拢安尼吞落。较忍耐啊，一个。较忍耐啦，啊，都过去拢安尼一路行来拢安尼，啊，你都唔通阁讲啥，点点就好啦。啊，暖暖手，故乡梦，过冬汤甲休康康。是啊，汤甲休康康咧，咱台湾咧树啊吼，真少是落叶，但是种树啊真特别，是落叶树啊，伊甲崩啊同款，啊，甲切啊起树。拢同款，伊即嘛真济，即个路啊遐拢有种用乱树来做这个路树嘛。嘿，伊是千山，原本千山咱台湾的原生种。嘿，吼、哦，你敢唔惊刮着机？你敢唔惊心凄凉？哦，啊，这是你讲咱台湾的感觉，感官是台湾的感觉。你花哪开？你花哪开？嗯，暗暗吼，伊开是确实真水，唔敢呢？一罐一罐的，一串一串的。不是一罐一罐，伊的花吼，你讲迄是迄、那个阿波罗吼、嗯，啊，伊这迄是阿波啊好吼，啊，这是暖花，暖花伊唔是串串，伊是开伫迄叶尾吼，迄叶长的花，叶尖顶头向天吼。咱家迄个遐都有嘛，敦化北路，敦化南路呀，敦化南路不是北路吼，啊，搁一个天母吼，天母东路遐吼，不是天母北路，哎，中兴路遐，哎，规排拢是。啊，搁迄个干道遐，迄个啊，捷运站出来遐，有一挂因为我进园区。啊，甲这个新竹的这个科学园区吼，园区吼，伊嘛相当济吼。嗯。啊，伊会开了吼，伊就是风啊吹着两个龟头卡。哎，背啊！日本人甲合作讲黄金鱼、黄金鱼吼、嗯，啊，当然有人讲阿波罗嘛黄金哦，但是阿波罗看那吹嘛，无可能变黄金鱼。阿波罗是贵属的吼，哎，伊花是较大类嘛吼、嗯，所以无可能像河水迄个感觉。嗯、但是这种的吼，正经风啊去夹的时阵啊，正经要跟那河同款。暖暖花开结籽水，啊，伊水就是讲，伊花是黄色的，啊，即嘛炼了后，伊是结籽出来，啊，籽结伊一个壳。咖啡色的，还确实咖啡色的，啊，咖啡色有咧会较赤红吼，啊，个安尼敢那三点同款啊，对，啊，规片的拢红红红，规片的呢吼，有赤色的呢吼，人伊朴实无真艳，虽然无真艳，但是嘛相当的水吼。为观山探台北，拢是故乡的力量，因为这山顶原来有伊自然生的所在吼。故乡啊，阮的爱人，我永远的爱恋，吼、啊，这首歌其实不哩好唱，但是尾仔你也别个有观音买啥。哦，秀应该是另外一个要唱。我袂晓，唔好叫我唱歌。乱乱秋啊，意乱梦，开春换清新，点点把人春天笑再开，你却苦苦等，孤单。暖暖秋，故乡梦，过冬汤甲休康康。你敢惊寒着机？你敢惊心凄凉？离婚啊开，离婚啊开，嗯暗暗，望你又个变心宽，乱乱花开结枝水，人已破事无尽言。为观山，放台北，拢是故乡的力量。故乡啊，阮的爱人，我永远的爱恋。暖暖秋，故乡梦。过冬汤甲休康康，你敢惊寒着机？你敢惊心凄凉？离花哪开？离花哪开？嗯暗暗，望你又个变心宽，乱乱花开结枝水，
人伊破事无真严，为官山东台北拢是故乡的你咱故乡啊，阮的爱人，我永远会待我。这个不要有关，真歹有，真歹有吼，坐咧啦。你若讲站起来时吼，就较好有人吼。啊，尤其食拄饱，啊，食拄饱的感觉吼，就是讲有哪关音扭袂起来吼。啊，这个所在来个试看卖啊。嗯，搁一遍。你会哪开？你会哪开？敢不敢？望你又搁变心宽，乱乱花开结一穗。人伊朴实无真严，为官山东台北拢是故乡的你咱故乡啊，阮的爱人。我永远会待我。啊，是我的。好，我要紧安尼就安尼就好，心意有够咯。是，你要唱我先讲吼，就是爱状况真好。对对对。啊，妈想我是。最主要爱徛爱唱啦。啊，你家有迄款的迄落音乐的迄个伴奏，啊，徛遐有迄款的气氛啊，来到有法度顶悬。伊食饱吼。嗯。食饱。嘛唱不出来，腰腰嘛唱不出来，伊无力。出这个野羊，出那个野羊啊呢？好，阿即马说的这首就是这位安怎念？雪花乱哈，雪花加迄个花一过无同啦。好，伊这是白色的，所以是讲摇动哈。这个这首歌诗是安尼写的，讲绿地摇动，摇动水，摇动花开。花骨开，年年花开，年年水，青翠山山河白云飞，白云亲像雪，好像一直飞，雪花一米望，飘撇立木人啊，雪雪，风中雪花遐尼啊香啊啊，心爱想起阮唔甘，乱花又搁开遐水，手执凉意。伊就开，年年花开，花海水，黄金满天，互人醉。哦，两家家就知讲，我拄仔伫讲迄个是摇动，啊，即嘛伫讲伫讲我拄仔唱迄个乱花，哦，黄金满天，互人醉。哈，黄金万人雪，轻轻随风飞，醉花爱乱望，双波动人间，啊，醉啊醉。天机尽情遐尼啊香啊啊，心爱想你，阮会梦啊啊，雪中一点红。好，唱歌嘛是无真好唱吼，但是即款唱歌有通创一个气氛，就是用一种较佛教的气氛来去唱。念经，不是，这不同款的。我所谓佛教的气氛是有一种较深沉的佛教气，不是讲一般讲啊，当当安尼吼。啊，这但是头前必须啊，搁另外一拍，吼，讲红天红日头，强要车驶，当当。当有人禁不住的目屎，当当当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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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当滴叮当滴滴叮，当当当滴滴滴滴滴滴啷当当当。游动，游动水，游动花开，
花搁开。当当，年花开，年年岁，车水山河别纷飞。当当，别纷亲像雪，互相一直飞，山花一米一望，飘飘连不浪。阿西阿西，风中雪花，遐尼啊香啊，心内想起阮甘，当当。乱花又搁开遐水，秋日凉意伊着开。当当，年年花开花海水，不禁满天何人醉。当当，今万人世，轻轻随风飞，醉花爱乱梦，散步动人间。啊水啊水，天机真情，遐尼啊香啊，心爱的想你，阮的梦。啊啊啊！雪中一点红。足感动啊！你拄则咧讲啊，青翠青翠，迄落青翠的山河，白云白云飞哈。即马青翠的山河，你看着今仔日电视安尼，迄水崩山雨，搁安尼一竿安尼，一搭搁无去啊！啊，迄个滚滚的迄款的，迄落落寡梅迄款的，迄落溪水安尼，一搭加迄厝搁一栋，你规日啊讲滚滚黄河天上来，咱这唔是啊，咱滚滚的落高梅啊，山顶臭茶臭咖安尼啊，即嘛落大雨来冻袂掉都安尼啊。啊，这一方面是天灾，从安尼安尼听到第头一拍了，听到第讲啊，咱迄个唔甘的心爱，唔甘的咱的台湾哦，会有影听到第啊心酸酸，迄个感觉啦。啊，有些讲咱拢无迄款的地角哟，那会逐年同款的故事。我为细汉就开始拄到这个变落雨啊，做水灾啊，就安尼为细汉吼，迄个石崩山土石流安尼赶走，啊走一世人，到即嘛六七十岁嘛，还佫走袂去安尼，嘛是同款，佫继续伫咱的目睭前头发生。这个，即个这个风台吼，即无风台啦。啊大好啦，嘿，拍摄，大好哈，这大好哈，啊，有一出戏哈，真好看哈，就是讲
真好笑，就是咱台北吼，万丰社区的一个白水公吼。系安那。啊，万丰社区本身伫山顶吼。啊，是安尼，武家讲迄路的。山顶那会做大水吼。那会讲迄路那会跌开吼。其实迄路唔是水去啊冲派，是安怎派的？有个冤枉，用咧白水沟吼，伊做暗工。啊，暗光经过路下骹吼，啊，伊通到迄个水门迄个所在，要下落去金美溪吼。啊，金美溪伊个门吼，拢个关死去。啊，管理的人吼，拢伫医院困，啊，困到咱唔知影人去。啊，人顶头下骹，加减伫饮水啊，伫甲去甲喝。我讲，啊，当饮水啊呢吼，啊讲。武家公去玻璃嘛，甲公公破，啊，内底才走出来讲，啊，不过我手也无锁匙啊咧，啊，免开门啊咧吼，啊，真惨的代志，水门讲锁匙讲无伫水门的，无伫迄个办公室，无伫迄个值班室迄个所在，吼，啊，就去找站长提个锁匙来，啊，才开开，啊，开开伊想办啊，安尼讲，伊压力真大，顶头水压力真大，因为迄个万隆社嗰个山顶，你无解漏下出去，啊，无漏下伊逼到尾也无多吼。伊暗光本身是八零啊，吼，啊过然后劈开，啊劈开然后伫迄个路诶下骹肩开，啊肩开迄个，伊个胆啊加足高啊足高安尼啊，规照常啊加加加开啊，啊所以即种悲哀啊，就是讲即公务员啊，做个安尼，安尼，第一讲一句较歹听讲，无臭无笑啊。嗯，最主要啦，最主要即个台北人。较好选择吼，选的迄落地方的爸母官，拢唔是爸母官啦，是后母甲后爸。啊，开钱真高啦。嘿啦嘿啦，讲着开钱真高，啊，讲着做代志真含万啦。听讲迄个，迄个世界这个、这个大学的这个运动会吼，即个讲准备讲要伫台北来开吼，啊，要四年，即马着广告费讲着讲开十几亿去啊，准备要开十几亿，即马应该开几亿？嘿啊，台湾人较好趁钱，较好落税金，啊，全民提款机啊，啊，全民拢是伊的提款机啊。当英国吼、要办奥林匹克嘛是近一年才开始建档的，那我哪管你变的吼？啊，这是讲。因即马是安怎了？博歹教啊，博书啊，去教女哦，啊，着书教啊，着博书去向啊。无，伊讲我是博妖教，伊那博书教伊博赢。无啊，伊即马伊所讲的博书，就是讲伊已经赢起来了后，伊的迄个民意啊，一打降低，一打降低嘛。这就是一路一打行切落呀，切落伊即马一慢较紧的，脚步一慢较紧的，他慢慢的走。我是感觉伊安尼无输啊。无博就无博输掉，伊赢一个赢起啊嘛，啊赢起嘛问题是安怎个咧处置的问题啊，对无？啊所以讲你民调就落伊那要紧。啊伊讲伊也无要阁选啦，伊无民意压力啊。无差嘛，包括市长甲总统拢同款嘛，都是第二是嘛嘛。啊，即马伊趁即马会食，唔较紧加减食，啊，搁食搁来就无啊，搁来就唔免啦，拢伊个啊。啊，这两条歌吼，就是讲买啊，真歹势。这个刚好逼情。拄只嘿啊！我甲你讲，唱头一拍，就互人去想到迄个台湾，即马呢那破空啊！好。啊，迄天我发表迄个故乡名歌，应该是嘛，有一点仔逼情啦。我唱往听吼。伊讲感觉讲，干脆凭迄个。黄昏的故乡，要感觉更加有较高的迄个思乡的感觉。你还记得故乡面味无？一首啊。嘿嘿。哦。电话机啊，即卖养唱。啊，未要唱。哎，拢唔好叫我唱歌。电话机啊，拢真客气哈。唔是客气，啊，未要就未要。这首较好唱。嘿。月亮圆圆，天顶遐。金金甲阮看伊伊笑问问，不知要讲啥？啊，月娘，人你风姿遐尼啊光影，怎会望影消散落吧？寒气点点，日日夜夜。故乡明月，你的形影，
啊，故乡明月幽静，水头水镜虽然昏天，一直直咧变化，虽然有人袂记哩你的名啊名，你远远远勾起阮的思念，故乡，故乡，阮的心肝。啊，阮伫天涯，共迄个月亮，共款的心肝。啊，咱伫天涯，共一个故乡，美丽的倒影。啊，明月天涯，故乡。应该是比较低上啦，吼。无啦，这爱看伫个什么款的情况之下，你若离开故乡千里外，千里外远，啊，想要回去，搁回袂去，啊，哪个有这首歌，搁安尼唱嘞，我哪会流目屎啦，吼。所以伫我遮伫讲吼，就是咱台湾是真水吼。啊，你敢有讲起讲桃园即个陂吼，陂塘吼，就是讲伊个陂塘吼，伊个水池啊吼，敢剩有一两千个啊，有一两，敢若桃园地区都有一两千个。吼，是安怎？奈桃园地区迄落水池啊会特别多？伊迄个所在吼，桃园较悬啦，吼较悬啊，伊有一寡。管无一管，加不加嘛，所以讲伊要留一寡迄个水塘，吼、啊，水塘通啊做灌溉用，啊，这个物件是台湾的特色，当初干咧申请是世界的这个文化资产，但是干咧无成功，而且无讲真大的特色，但是伊实际上嘛是真宝贵的吼，但是不要干咧讲工业化了后，直接嘛破坏掉，破坏掉，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资源加工业中间吼，加一块科技吼。有哪有是冲突的啦？对，吼、哦，你要保持资源，但是有哪些即个欢迎起来吼，人口增加吼，啊人就开始生团，啊生团就加减会去占着一寡无应该占的地，吼、哦，包括即个咱的山顶头嘛是同款，为人去甲山征地嘛，啊即马化者大水来是规个拢挂空空吼。啊，即马就是即马，咱正常今仔日安尼，你电视安尼拍开安尼，迄个叫。触目惊心，要安怎讲？应该吼。讲咱的话啊，咱的语言。咱是应该中文的触目惊心吼。嘿。咱即马讲这个，讲到触目惊心，我都爱唱。台语中文吼，这个触目惊心，咱请中文字啊，是中文教育人小字个写一下，看多几字，写大字大字，我大概各位评评看卖，看对唔对？吼，其实触目惊心的触吼，中文是写两字啦。嗯嗯。字字也写迄个。触动的触哈，就是一个迄、那个角色的角，角色的角，啊，加进平就是咧削哈，就是讲迄、那个。人讲迄个接达着安尼，嘿。啊，其实迄字哈，迄字原本无读触啦，迄字读达啦哈。啊，触目惊心触，有人是用写法是用心马平，佫是金文做的准哈。嗯。啊，就是心马平。嘿。一个心马平对，啊，就是。不准的准哈，就是不是这个是金木做的准。嗯哼，树哎，哎，准哈，触目金心心惊呀，触目心惊。啊，你啊，照安来讲，你啊读触目，哈，是一通，哦，触目惊心嘛，啊，惊心不心惊，触目惊心。嘿，啊是，你个要个读触目心惊，嘛是会使，因为一无一定爱照中文来行，吼，你讲触目心惊，会让人感觉触目心惊。啊，触目这个触吼，会使提来做台语讲，目睭触触。哦，什么叫目睭触触呢？中文字啊，应该怎样？目睭触触，目睭触触就是讲，本来这块布料吼，会当做内裤呢，结果会摕去做西装啦。做一束西米露在穿，不是啦，是西装料摕来做内裤啦。啊，西装料做内裤，都穿个都叮叮都袂惊子啦。
啊，所以讲两项拢唔对啦。你这块料了明明就做内裤，你摕去做西装的穿的，安尼敢有合？哦，迄拢两个拢唔对啦。做内裤的料是做内裤的料啦，做西装是做西装的料啦，唔通目睭处处啦，内衫看做内裤啦。哦，内衫看做内裤，嘿，哦，嘛是有理的。内衫的裤的。在腳頂頭穿到起來，腳也穿到起來，我說不是的，內褲外穿嘛，燒酒要喝水，燒酒要喝水，太空船就要曬，我原本有要唱一首歌，可是感覺說那個狀況不是很好，就是說那首歌比較難唱，就是說我常常要唱那首歌，火鍋開，現在你還記得我的歌，有啊有啊，五十年前一粒花，花开花谢花干，未上来开红初生。虽然芳芳不输，却是最心转香魂。五十年后，五十年后花骨开，幽怨逼近，待吞论。唔敢开啊，唔敢开，五十年前的花蕊，五十年后。回国去，说变一款喷着灰，来个鸡啊，当个鸡，温婉混浊了世事。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回国去，要是家己来安慰，爱定金啊，爱定滚，压着年年的日头光，压着年年的日头光。啊，是这首歌所代表的。还有一种想说还有打拼还有打拼的这个这种的动力这种的感觉但是较不幸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感觉是较稀微的世界稀微的台湾但是这可能是我们打拼不够不是我们的这个台湾人的这个劲在这个六七十年来这个本来五十年日本人甲咱建立的迄款的迄落淳朴的迄个本质吼，啊，这个国民党一个来了后呢，从咱咧讲迄唔好的拢共吞打落去，啊，即下拢栽迄个中国文化咧，即嘛变讲安尼来，搁安尼来，啊，人拢充满着迄款的迄落前后矛盾，吼，啊，内底外口家己甲家己拢袂当相处安尼，啊，人甲人拢充满着迄个斗争啦，互相欺歹啦。啊，都唔是你死，就是我梦心肝内底拢安尼伫啊底底。吼，我只要会当甲你杀害掉吼，我就比你赢。无啦，迄是买一部是，伊是面对内部的时阵，才安尼啦。是啊，就是对外是一点仔都无办法啦。对啊，就对内都内斗，啊，佮家己斗，家己斗家己。啊，对外呢？对外就较紧，别人欺负无够，家己佫欺负来打。啊，若对外的时阵，都哦，看到迄个国民党，也是看到有钱，也是啥，都规个遐钱，该钱卡枕头，伊就甘愿啊，啊，就安尼讲批掉的啊，批哦，甚物批安尼啊，批掉批啦，系啦系啦。啊，即嘛是问题是最近吼，有因为一个咱的总统吼。咱的马总统，不是咱的哦，我无选伊哦，啊伊嘛无资格。不是啊，你无选伊问题，我嘛无选伊啊。但是毕竟即卖是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是从台湾砍掉的。啊，你有哪不是咱败的？咱一败，咱当然是想讲送咱一败败，啊败咱是明明给你砍掉的哈。啊，所以讲咱即卖看，你嘴讲败嘛是无法度啊，你嘛是中华民国。对了，啊即卖。咱即马看啦吼，看讲真侪个政论家好啦，真侪咧批评。啊，讲当然讲是应该改善，安尼无唔对，但是实际上是去互卡掉，去互砍掉，是你发多。所以你有哪些唔是家己败啊？吼，你讲我看一个政论家吼，啊李小红先生吼，啊伊写一篇讲，中国，吼，中国这个中国共产党较早，主张这个台湾独立的这个传统，啊我。看看一下，我也感觉爱笑。安那讲是啥？中国人即句话讲：“此一时，彼一时也。”就是讲，迄人做哪，迄人做哪，这人做哪，这人做哪，对不？哦，较早你讲在说什么啊？对吧？啊，所以讲，迄个物件是啥？伊迄人做哪，共产党都起来时阵，当然真强嘛。啊，当然伊希望讲，哦，恁台湾会当台湾独立嘛呢？吼，
一旦讲甲日本来拍倒吼，那哪有可能？民邦嘛，对不？所以是徛伫迄个间谍顶头。啊，听后听后讲日本来倒了后，吼、哦、啊，伊个手下败将走来个台湾甲你管的时阵，初初伊嘛是会安尼讲，甲你鼓励讲，啊，你就单独立嘛，伊就也甲国民党强。对啊。啊，我甲讲，咦，啊，这都。无啥小路用的吼，啊，当然是伊是讲想伊的心理上是倒头想啊，想讲嘿，我中华民国的手下败将吼，甲你管的管死死啊，下得好，继续甲你管，继续来干呢，我有机会，我干来翕迄个我的手下败将，我就翕死啊，啊，翕死了，我有看你台湾，对哇，我有看到你台湾，对不？啊，所以这个物件，唔是讲咱你有家己摆概念的，讲我都应当安尼，应当安尼，问题是炮的问题。哦、所以我们有机会要实践中台湾本身的本土力量的时候，无论是抽象也好，还是讲应当爱做的对国民党的清算，拢唔敢做嘛。啊，迄机会已经失去啊，啊失去也无等于，佮进军嘛，佮无想要做。伊迄个大和解本身，伊迄、那个，无即马即马都已经无在调做啊。即马咱就是讲民进党，咱头啊对有寄望，有五万讲伊会做。即马结果，伊已经坦白已经甲你讲啊嘛。台独无市场啊！台独票你去投予台联啊！民进党要救你强势，要挖较挖国民党啊！啊，要来了解中国啊！吼，啊要除的遐去啊！你人的手下败将，你搁要去甲人讲跪拜啊？人要予你来跪拜。所以讲，这家台湾人就是讲，嘿，怨叹啦。啊，心情都倒来了哈。咱做台独做煞颠倒头行啊！即马搁转来，搁转来原点安尼。啊，即马煞无机会啊！无啦，毋是无机会啦。问题是，我伫讲一点来讲，就讲历史是拢累积的，累积就像你累积偌济算偌济吼。啊，毋是甲当作讲啊，迄无效啦，迄无效啦吼。啊，但是累积给你台湾人，你也做有一分就是一分的成绩，两分的成绩。啊，你袂当讲做三分的成绩，你要飞天讲哦，我当已经是要做一百分啦。迄用话送的，大家拢会晓啦。哦、但是话说的，你今天就来讲，这嘛是因为马英九确实太无聊，还佫太乱吼，啊所以加减讲呢，干阵有在野佮批判伊地吼，干阵哇，批判佮真爽安尼，但是这是一种批判，在野基本的积极而已咧。你用你用骂啊，敌人敢会家己倒落？是啦，啊是己。啊，无较早迄个国民党，毋是骂讲万恶的共匪。啊，嘛共骂到安尼，啊要消灭万恶共匪嘛，共骂到足歹听的，啊结果国民迄落共产党有倒落，无啊，共产党愈来愈大尾啊。所以基层。啊，你敢无骂国民党？啊，已经骂几啊十冬啊，国民党敢有倒落？结果人奖款阁奖较济，啊，你阁本来三顶的迄落路咧，即摆变四顶五顶的路咧啊。啊，这咱慢慢怨叹啦，啊，就是讲，讲哪咧讲啦，嘛是目屎擦擦的，嘛是爱搁行啦。我就是唔甘愿啦，唔甘愿死予人看嘛是，知影袂赢嘛是，得个倒菜刀嘛是，袂当底下担心嘛是，爱起来变，爱加起一片的红粉安尼吼。嘿啦。啊，无要安怎？你死予伊看，伊顶多欢喜哩。伊煞唔知爱你死予伊看，我说。啊，你知影？红粉的这个变色，迄个感觉无？我知啊。红太要来，迄个剪掉。对，猪羊变色啊，风起云涌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是尽人的生命点点嘛，咱是尽咱的力量吼，咱忠于家己本身的良心，做偌济算偌济。啊，你也讲要忙杀人，咱台湾即摆真歹，就是讲，忙国民党倒吼，啊，民进党起来。也无可能啊！啊，望某一个政治人物吼，所以眼光拢看伫迄个所在。但是咱单人应当家己做个工课，吼，比如讲基层工课，同胞甲同班中间的这个感情，吼，也是讲伊个文化信心，干阵拢唔敢做，吼，拢无在条做，吼，啊，阵做吼，大概嘛是啊，干咧挂一个白衣去咧。对啦，我即马在想啦，就是讲吼，啊，无论你是文化好，还是讲咱基层的兄弟姊妹同款吼，咱的这个台湾人甲台湾人未晓互相疼惜啦，讲台湾人欺负台湾人较济啦，吼啊，咱台湾人都唔知安怎丢的咧，啊，拢会去讲要挖过迄落敌人遐斯德哥尔摩镜头吼，啊特别重拢会挖过敌人迄边去安尼。啊，参如讲国民党内底伊敢无二二八的受害者？有啊，
啊，但是伊予伊一个肝，啊，搁予伊有机会通啊练大肉的安尼吼。啊，安尼伊就伫遐就温调的，煞无要早搁翻倒转头来要加遮同款甲伊受害的人啊。你伫讲是二班即个。这个基金会吼，内底有真侪员工吼，拢请二八来加上吼，啊，结果二八来加上吼，大概内底原来政权断裂吼，啊，哇，国民党的人就该穿起来，啊，穿起来开始就斗争，从一寡较早较哇本土的吼，较哇民主，拢一个甲去掉的。有一个，我迄讲有一个某一个人吼，伊甲我讲，我伊讲哦，啊这边吼，这个国民党赢吼，啊这个咱本土政权阁安尼输伊啊，啊这个二八基金会内底这个有关二八的叫什么，拢有一个大地动啦吼，啊讲安尼，你要安怎讲啊？安那，顶袂这来讲啦。准讲什么人安怎换去哦？我是二八的直接的家属吼，动袂着我，伊唔敢动我啦。哇！结果什么目子你啊讲伊偷一个叫人切掉？你偷一个，伊是第二个。哦，第二个煞叫人切掉伊啦。所以讲你唔通讲哦，我是二八的直接的受害者哦。伊唔敢动我。后来伊小玉弟。安啦，伊唔敢动我。小玉弟，二八开始在做的时阵哦，家属本身内底都有迄个矛盾的哩啊，吼。啊，所以你头看迄个缩影，二八家属、小外家家属本身就是一个台湾人的缩影。嗯，对。加上咱看阿扁啊，你爱讲同款吼，阿扁也是台湾人。阿扁祖父就是台湾人的祖父，规个整个的台湾人的迄落，就是为阿扁遐。啊，为人目睭袂处处就是讲，正经目睭处处个，然后即阵上台讲，哎，拢是民进党拢去阿扁害死啦。嗯。哦，啊，台湾拢去阿扁害死啦，啊，其实。上在海上，还阁真歹讲嘞啦。拢是其实拢互相伤害。对，所以讲台湾吼袂中进啦。啊，即马就是讲大家过去吼，我感觉讲咱的梦应该爱醒啊吼。啊，人个美梦袂醒，唔甘梦吼，吐真乱想也是空吼。我感觉讲吼，你吐真乱想啊啦。啊，这美梦嘛爱放啊！咱过去，咱拢将这个美梦讲吼，啊，咱家寄伫个这个这个什么专家啦、教授啦，吼，啊是讲政治人物啦，吼，啊是什么头人安怎吼，寄伫伊个身躯个，啊，讲伊会当传领迄落。我感觉即马唔是即马假个人，伊就传领。我就是安尼，我要来做，啊，你若袂，你对来。啊你若就台安尼，你讲要寄望遐个迄落政治啊，你即马看迄政治啊，倒一个是你会当所愿望个，伊拢嘛出袂哩，伊干那爱伫你遮讨选票尔，伊选票丢掉了，伊敢有甲你当做一回事？对嘛，只啊拄啊讲一句话，讲啥物吐真烂想。哦，我讲吐真烂想也是空啦，美梦袂成，唔甘放啦。哦，美梦。美梦袂成，唔甘放。哦吐真乱想，也是空。哦，美梦未成，吓，嘿，唔甘放啦，唔甘放，吓，吐真乱想，也是空啦，哈。好，你乱想吐嘛拢空的，嗯。啊，即卖你看安尼一路行来啊，你讲这个咱的文化好，讲较幼路的。啊拢啊！你这若无讲台独，你都毋是爱台湾的。啊，你即马台独讲的，即马说讲台独变票房的毒药啊！即马台独毋敢讲啊，人迄选举的人拢毋敢讲啊。啊，即下要讲啥？啊，讲啥？反倒转头来，你要讲文化，毋知影咱的文化是啥？文化即个来吼。嗯。因即句话，我是袂晓讲，因为我听电话机啊讲，我才讲。嗯。电话机是倒去学啦，还是家己发明的？啊，我家己发明。吼，美梦未成，毋甘放，吐真乱想。要是空，啊！这歌就是安尼来的，吼、哦。美梦吼，美梦未成，不甘放，吐真乱想，要是空。
是啦，咱教授老师哦，伊是有影多才多艺哦，我是无迄落才调，我没有那个才调，我无法度，我小夸讲讲的尔，我袂讲介，无讲介熬，讲会晓讲哦，讲一句话话到，我都用歌在唱安尼。无啦，你要接触一句话吼，是无简单的啦，伊要吐真烂型的，意思讲中中文解释讲叫做。呕心沥血，是不是安尼？系啦，呕心气血。哦，呕心气血。系啦，气。那迄个春蚕放，到死丝方尽啊。系啦，蜡炬成灰泪始干。你看人拢带得出来啊。系啦。结果嘛是空啊。系啊，咱台湾人即马敢唔是安尼？乱想拢吐尽啊嘛，啊，阁是空的啊。吼，啊，就是为安怎为着咱有迄款的美梦，迄个是啥物美梦？讲着爱讲建立一个台湾国，爱争做一个人的这个徛起的国家，毋是努力伫个遮永远咧做迄落干那狗遐啊，那蚂蚁雄兵迄个努力啊，呢24小时伫遐咧擦，就是替人在落纳税金，互人开甲足欢喜安尼，啊，永远无通啊讲家己做主人的迄款的心态，徛伫个台湾这块土地上，吼，我的意思是安尼，带有即句的。三省这句话啦，希望未成，唔敢放，吐尽烂想，要是空啦。嘿，啊，就是讲做做咧，哎呀，我迄落张昨日啦，啊，甲一个咱的定来的这来宾黄玉琪黄秘书长，啊，我咧讲我较早甲阮囝的一个迄个画面，伊讲伊笑一个遐嘛嗨，啊，阮囝甲讲我讲迄落。啊，阮囝甲我讲，诶，妈妈，我为册包拍诶，听你要去建国啦。啊，你建到即马，你诶国伫底？啊，我已经去海外留学转来，我已经有迄落硕士诶迄落毕业证书啊。啊，你建国诶，你诶国家伫咧底？你摕来我看卖啊。无啊，干那得到一份这个违反刑法100条的迄落要判重罪的这个起诉书呢，含我的国家伫底都唔知影，啊在学习当中啦。所以讲这种的这个悲哀吼，咱尤其看到讲即马山崩地裂，啊，咱当时才会脱离苦海安尼。嗯。哦啊，你嘛甲俺鼓励一下。啊，自我鼓励。因为自求救人，就是讲家己爱家己拍拼哈。啊，日本人未当帮忙伊，不可能帮。因为东北本身来讲，咱台湾即嘛是上个客件，就是讲东北爱。对。啊，民进党本身在野本身上重要是爱做基层工作，就是讲爱家己东北，唔是规工干，伊哩变国民党，国民党。第二，国民党当然爱批评，无唔对。但是迄个未使用坚固迄个自尊、迄个尊严，未是讲。批评国民党就得到伊迄尊严，百姓就会支持你吼。但人就团结了，唔是安尼，就是讲其实基层确实做了无够。对。好啊，同胞中间的温暖。唔是做了无够，唔是无够，无做。无做，根本都无做。啊，应该讲我遮吼，应该是爱做一个段落啊。嗯。吼，又搁讲落去，迄烂神吼，迄烂神话正经吐尽吼，真个算未起啊，要是看。要是看啊！哦，第一只感谢。咱鸿运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甲咱相看，啊，今日到这做一阶段就结束，啊，明日咱阁继续来，再阁发表你的这个你的才华，然后感谢。